下面再来学习金融工具的减值。本章呢对金融工具减值的规定称为预期信用损失法啊，并不是说真正哎对方还不上这个钱了，我再确认损失，而是预期，然后看他信用是不是就有问题。如果说这个公司他欠钱，他信用不好，那我可能就要确认这个减值啊，所以是预期信用损失法。 在预期信用损失法下呢，减值准备的计提不以减值的实际发生为前提，而是以未来可能的违约事件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来计量当前，也就是资产负债表日应当确认的损失准备。企业呢，应当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 损失准备，第一个呢就是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还有以公允价值计量切记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这个指的是债权类的投资啊，指的是债权类的投资。也就是如果具体到科目的话，那就是债权投资、债权投资，还有其他债权投资啊，就这两个要确认这个减值准备，按照预期信用损失法。 还有呢，就是租赁应收款；还有呢，就是合同资产。合同资产呢，是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十四号收入啊，在收入那里呢，我们到时候会讲到这个合同资产。第四呢，就是部分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概念，预期信用损失是什么呢？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 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这么一个加权平均值，那什么又是信用损失呢？信用损失是指企业按照原来的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啊，你看咱们是这个信用损失，信用损失就是它信用不好，然后我们要看一下它信用到底怎么样，差到什么程度，和预期的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 也就是全部现金短缺的限制，就是我这个合同应该收的现金流量是多少，我预期能够收回多少，这两个之间的差额，这个就叫信用损失。好，我们看一个单选题，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企业金融资产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是，那这个答案呢就是 D 啊，应收取的全部金融资产的这个合同现金流量。 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的限制，所以答案是 D。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企业应该按照原来的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啊，与预期收取的。 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也就是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确认信用减值损失。好，再来看金融工具减值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没有显著增加啊、呃，没有显著增加。也就是说，我这个一开始，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债券，买了一个债券呢，我觉得它信用挺好。 他信用挺好的，然后自初始确认开始，它的信用就一直没变化，信用一直挺好。那这个时候我怎么来处理？对于处于这个阶段的金融工具，企业应当按照未来十二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来计量损失准备。比如说我买这个债券，我买这个债券，这几年的是五年的，五年的呢，然后它的信用啊一直没什么变化，一直都是挺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啊往后预期按照未来十二个月。 看看我可能会产生多少损失，来计量这个损失准备，并按照它的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来计算利息收入。什么账面余额呢？就是账面余额就是指这个科目啊，指这个科目就是不扣除不扣除减值准备，不扣除备抵科目，就是按照它的账面。比如说我这个就是一千万，一千万，然后我预计十二个月呢，我可能计提了一万的这个信用损失啊。 抵他一万的信用减值损失。那么这个时候，我计算利息的时候，我计算利息，比如说利率百分之，我就是按照这个来计算，不扣除这个减值啊，因为它并没有显著增加，那信用风险没有显著增加。第二阶段，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之后已经显著增加了，但是呢，还没有发生信用减值，还是这个债券我买的是五年的。 然后呢，这个信用风险呢增加了，增加了。但是对于啊债务人，他正常该给我钱给我钱，那该付利息付利息，一点也没有这个，一点也没有违约，对吧？没有延期支付利息，也没有不付，所以还没有发生信用减值。对于这个阶段的金融工具呢，企业应当按照这个工具在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哎，这个不一样了啊。 第一个是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没有增加，我就按照十二个月。如果说信用风险显著增加了，好，我在整个存续期，因为夜长梦多呀，夜长梦多呀，这个时间越长，可能我的损失越大呀。我按照这个来确认、来计量我的损失准备，并按照账面余额，注意还是按照账面余额。这个时候，由于还没有真正发生信用减值。 所以还是按照账面余额，还是按照一千万乘百分之六来计算利息收入。那、啊、假设这个时候，我按照在整个存续期内，我这个时候预计的损失准备可能就不是一万了，可能是十万了啊。这个这个时候这个金额就大了。但是我在计算每年的利息时候，仍然是按照账面余额不扣除减值准备的金额乘以利率。好，再来看第三阶段，初始确认后发生了信用减值了。 那么，对于处于这个阶段的金融工具，企业应当按照这个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按照它的摊余成本啊，这个时候计算利息不一样了，它是按照摊余成本，就是、账面余额减掉已经计提的减值准备，也就是账面价值和实际利率来计算利息收入啊，这是第三阶段，因为第三阶段已经发生了信用减值啊，比如说。 我买了这个债券，买了这个债券，按理说他应该给我付利息了，到期没付利息，那就是发生了信用减值。那这个时候我在计算利息的时候，我就得按照摊余成本了，而不是按照账面余额。那注意这三个阶段，由于情况不一样，所以它计提损失准备的方法不一样，计算利息的方法也不一样。第一个阶段呢，是这个信用风险没有增加，没有增加呢？ 我就是按照十二个月，按照十二个月来计算，来计量这个损失准备。然后计算利息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账面的余额，也就不扣除减值准备，然后乘以利率，以实际利率。第二个情况呢，好，信用风险增加了，信用风险增加了，但是还没有发生信用减值。这个时候，我在整个存续期内，整个存续期内去这个计量。 预期的信用损失啊，预期信用损失。然后呢，我在计算利息的时候，由于没有发生信用减值，所以呢，还是按照余额乘以那实际利率。第三阶段呢，就是已经发生信用减值了，那这个是在整个存续期内来计量损失准备。然后它在计算利息的时候呢，就是按照摊余成本，按照摊余成本，也就是账面价值来乘以利率啊。这是这三个阶段。 那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共同点呢，就是它计算利息的时候，哎，都是按照上面有上面有个乘以实际利率。而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呢，也有共同点，就是它在计量损失准备的时候，是在整个存续期啊，在整个存续期计量这个损失准备。上述三阶段的划分适用于购买或者原生时没有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工具啊，就是说这三个阶段划分呢。 适用于购买的时候没有发生信用减值的，然后你后面看它后面的这个信用风险怎么样啊？是不是发生减值了？对于购买或者原生时已经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仅将初始确认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变动确认为损失准备，并按照其摊余成本和经信用调整的这个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也就是说，你买的时候，如果就已经发生信用减值了，已经发生信用减值，那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是一千万，假比如说这个债券是一千万，如果已经发生信用减值了，就是这个债务人呐、啊，利息他已经还不上了。好，你再买的时候，会不会按照一千万来买？你肯定不会按一千万来买了，因为他已经有信用损失了，是吧？已经有信用减值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我就按照八百万买。所以一开始初始。 确认的时候，由于它已经发生信用减值了，所以这个呢，我在一开始确认的时候，我花的钱就少。所以对于我一开始花钱花的少呢，但后面计量的时候，我就从初始确认之后的，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的变动来确认损失准备就行。之前呢，我不管，因为之前呢，我本来我就少花钱了嘛，本来我就少花钱，之前不管了。好，再来看特殊情形，第一个较低的信用风险，什么较低信用风险呢？ 比如说，我跟你借五块钱，那五块钱对于我来讲不算是一个大数啊，那我怎么样五块钱我也能还得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较低的信用风险，这个就属于比较低的啊。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企业呢可以不用与其初始确认时的信用风险进行比较啊。比如说，我跟你借五块钱，你就不用再老考察我，你看杨老师到底能不能还上这五块钱呢？对吧？你就不用。 跟他的这个信用风险进行比较，而直接做出这个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没有显著增加的假定。那企业对于这种简化处理呢，是具有选择权的。好，再来看应收款项、租赁应收款还有合同资产。企业对于收入那一章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一般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呢，就是期限比较短的应收款项啊，包括根据。 这个本章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情况啊，就是一般不具有重大融资成分的都是期限比较短的，就没有重大融资成分。我们说有重大融资成分，一般都是期限比较长的这种应收款项有融资成分。这个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还有合同资产，应当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来计量其损失准备。 企业对于这种简化处理呢，没有选择权，就必须按照这个来处理，必须按照整个存续期，因为这也正常啊。比如说这个应收款项不含重大融融资成分，比如就三个月，那么三个月的话，你就按照整个存续期呗，整个存续期也就三个月嘛，就按整个存续期来估计它的这个预期信用损失就行了。除此之外，准则还允许企业做出会计政策选择，对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还有租赁应收款。 啊，可分别对这个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应收租赁款做出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对这些呢，对于具有重大融资成分、就是时间比较长的，你可以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来计量其损失准备。企业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向其他企业提供的委托贷款、财务担保或者是 向集团内关联企业提供的资金借贷，这些在进行减值会计处理的时候呢，应当将其发生的信用减值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那也就还是按照正常的三个阶段，对不同阶段的预期信用损失采用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不得不得采用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 来计量损失准备的这个简化方法处理。好，再来看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企业计量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应当反映下列各项要素：第一个呢，就是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确定的无偏概率的加权平均的金额。来，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个投了一千万，好，那么我在这个计量。 预期信用损失计提这个损失准备的时候怎么算呢？比如说，我看它能正常还的概率，比如百分之八十，然后能还，比如说能还九百万的概率是多少？比如说百分之十，哎，一点不还的，那可能是百分之多少？这样呢，按照这个无偏概率计算一个加权平均的金额啊。第二呢，还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就是把未来的这个现金流给它进行折现。 第三呢，就是在资产负债表日，无需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者努力，即可获得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就是你不用付出特别多的这个成本，对吧？你不用说派个私家侦探去查查这个公司到底能不能还钱，不用啊，不用这些，你就是根据公开的信息，比如说公开信息。 这个债务人被法院判决了，对吧？他这个破产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他不还钱了，这样呢，你就可以判断出他的一个信用情况。好，再来看金融工具减值准备的账务处理。首先来看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如果在资产负债表日，预期信用损失大于当前减值准备的账面金额，那就是需要计提，按照差额借记信用减值损失，贷记。 根据不同的金融资产，它对应的科目不一样。代记贷款损失准备、债权投资减值准备、坏账准备。坏账准备它是从科目，它的主科目就是谁呀、啊？主科目是应收账款。然后呢是租赁应收款减值准备、预计负债。预计负债对应的就是贷款承诺或者是财务担保合同。还有呢就是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这个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对应的就是谁呢？对应的就是。 其他债权投资，然后对于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呢，它的借方不是通过信用减值损失，而是通过资产减值损失。为什么呢？因为合同资产呢，它是应收账款的前身，它记在合同资产的时候呢，它还不满足应收账款。只有是应收账款发生坏账了，发生减值了，我们是通过信用减值损失。 如果还是合同资产的情况下，那就减值了。那么不通过信用减值损失，通过资产减值损失。所以对于合同资产的减值准备呢，就是代记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如果在资产负债表日预计信用损失小于当前减值准备的账面金额，那就是需要转回呗，按照差额转回，借记。 贷款损失准备、债权投资减值准备、坏账准备、租赁应收款减值准备、预计负债、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代记一个信用减值损失。那如果转回的是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呢？那就是借记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贷记资产减值损失。好，再来看已经发生信用损失的金融资产的核销，就已经发生信用损失就收不回来了。 那企业实际发生信用损失，认定相关金融资产无法收回的，经过批准予以核销。那核销呢，就不是在准备这个科目核算了，核销就是真正收不回来了，实际上收不回来了，那就把准备冲掉，然后呢，贷直接贷主科目，把主科目冲掉，就表示它收不回来了。啊，借记贷款损失准备，借记债权投资减值准备、坏账准备、租赁应收款减值准备。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等，然后对应的就是这，如果是贷款损失准备的话，就贷记贷款；然后债权投资减值准备呢，对应的就是债权投资坏账准备呢，对应的就是应收账款租赁应收款减值准备呢，对应的就是应收租赁款；然后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呢，它对应的就是其他债权投资；然后借贷方的差额计入到信用减值损失，可能是在借方，可能是在贷方。